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王一博如今成了年轻一代人的标杆代表，成为了内娱打破界限的使者，社会价值远胜于他自身的流量。近年来，王一博逐步上了快车道一样，迅速地被全民熟知起来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人尽皆知，热搜榜的常客，主流媒体常见的形象大使，他的一举一动貌似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奏。如果说小姑娘追星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王一博貌似不再是小姑娘们粉的那个明星 idol 了，上到奶奶粉，下至小朋友，从女生到男生，提及王一博呀，都会有一种慕强的感觉。一句话，王一博啊，挺不错的。最近热搜讨论的话题挺有意思，男生认识王一博的原因。如果说男生对他都熟悉了，那真的想说王一博依然成为了全民偶像的节奏。首先，王一博作为一个全能型的艺人，在年轻一辈当中出类拔萃不足为奇，他钟爱的街舞、摩托车、滑板，哪一样拿出来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。街舞出圈，一看就是练家子，懂街舞还全能，关键是 freestyle 超牛的，懂得听音乐来卡支配身体。喜欢街舞的男生呢，对他看法很理性，一看就是从小玩到大的，音乐一出就可以匹配对应的街舞类型，这个很牛。再加上他的身材跳舞啊，真的是确实让人佩服。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广泛，但是能够做到极致的却不多，特别是在这种娱乐圈当中，依靠实力出圈的更是让人记忆犹新。他街舞跳的确实是很棒，是很多男生对他的印象。除了街舞，王一博的兴趣当中呢，摩托车无疑是最让男生对他慕强的重要元素。王一博作为艺人能够加入到职业摩托赛事当中，不仅是让摩托车圈瞬间让人熟知起来，也带动了相关的体育赛事的推广，一举两得的事情，也让这种极限的运动被大众所熟悉。男人的世界，作为女生的小妖，只能说追求刺激狂野的一面，可能是天生的大男子主义内心的释放。年轻人的疯狂更多的是对极致冲击跟热情、激情、热血的释放，摩托车的激情热血能够让他们放松以及发泄吧。除了街舞跟摩托车，还有让男生认识王一博的无疑就是鞋子了。王一博代言的耐克鞋跟他对鞋子的钟爱度跟很多男生是有共鸣的，可是只要王一博上脚的鞋子都在疯狂涨价，瞬间让男生不得不关注到他了。王一博的绿洲是鞋子的世界，粉丝中不少男生的声音，可见鞋圈的财神爷绝非是浪得虚名。可见男生对他的认知呢，除了街舞、摩托车、鞋子，还有滑板、冲浪等运动，王一博显然成为了男生眼中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慕强的节奏很理性，对女生而言呢，无疑是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。街舞的魅力，女生看的呢是街舞真的太有魅力跟灵气了，看他跳舞自由切换各种的范儿圈身份，特种表情包轮番上演，可爱的王天天，奶奶凶的王天天，怼天怼地的王二博，总之呢什么酷盖丢一边去，在女生的眼中总是无限的母爱泛滥，看他委屈心疼，看他辛苦奔波心疼，看他代言呢也必须买。总之呢，女粉眼中的他就是太过于优秀的乖宝宝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王一博如今不再止于流量，他真的打破了内娱的界限。社会正能量的价值远远大于了自身的流量，你不应该用单纯的演员、主持人、歌手来标榜他，他早就撕掉了这些标签，更是成为了全新的娱乐圈注入了一个新的标配。他足够真实，很磊落，有责任，更有担当，他对于主流价值观的真实认同才会被主流媒体所选择，他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不断的超越，才能够被品牌、公益、社会所认同，他具有很强的引领力、专一性、广泛度，他身上的特质鲜明，是这个时代生命力蓬勃精神的一种体现，他的热情、专注力量是年轻一辈的集中体现，他是一个时代的标榜力量。流量年年都有更新迭代，但是呢，王一博却无可替代，有些东西跟位置是属于他的，这个是无法取代的，他的实力跟引领力、内力跟人品是无法取代的，主流价值的一股力量必然开启一个全新的娱乐新氛围，这是主流大事，也需要一个标配来引导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